凯蒂·佩里和奥兰多·布鲁姆这一对恋人可以说是好莱坞最会晒恩爱的前几名。从恋情曝光后就无止境的大秀恩爱，常常在社交网站上晒出恩爱动态。虽然先前一度传出分手消息，但最后都被两人的甜蜜行径给一一推翻。前阵子凯蒂和奥兰多才刚庆祝完两人第一个圣诞节，不仅一起到儿童医院逗生病的孩子们开心，圣诞夜还跟家人一起搞笑玩游戏，看得出两人感情超稳定的呢。而近日跟原赴日本共度两人第一个跨年，还大方分享影片自曝在东京迷路了，并写道：迷路了，和路上的陌生人一起迎新年。画面中凯蒂和奥兰多头贴头的互相依偎，兴奋的和大家一起倒数，期待两人在新的一年可以迈向下一步喽。